大家好，我是爱元神，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屁股战男的挑战剧情挑战韩捉迷藏星穹铁道折纸小鸟队对碰更新完结活动攻略黄金的挑战飞色的挑战赤红的挑战战蓝的挑战最终的挑战自由挑战星穹铁到 2.3。好了，这边我们来第四关，前往寻找。这边来跟着任务锥子往台阶下面走。这边是第一只鸟，抓一下。啊，我对话完之后看这个，旁边这个人体模特，这个手他指的这个地方。这边这个鸟抓一下，然后再跟着他这个手指来调整方向，跟着他手指走就行。最后这个在镜子上面，好的，然后这边来开始挑战，还是过完这个引导之后我们就退出来，然后退出来，没有，我们重新弄一下，开始挑战。这边第五排中间这个蓝莓往上面挪，然后来刚才这个位置来，这个桃子往上挪，然后第二排第六个这个猕猴桃来往左边挪，第三排第四个这个猕猴桃往右边挪，喵，叮叮。然后第三排第三个这个蓝莓往右边挪，嗯，然后第五排第四个这个草莓来往右边挪，然后我们第四排第五个这个猕猴桃来往左边挪，然后我们第四排第一个这个香蕉来往右边挪，然后我们第五排第四个这个香蕉往下面挪，然后第五排第四个这个彩色往下面挪，跟这个香蕉互换，然后我们第二排第五个的这个草莓往下面挪，好，他出来这个金色这个新网商将挪换，好，我们第五排第五个这个猕猴桃往下面挪，然后我们第七排第一个最左下角这个蓝莓往右边挪，这边搞定。